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没事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先擦擦自己吧。那这怎么办啊？擦擦吧。 真的对不起，我给你洗。没事，真没事。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方总，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们帮你处理一下。这是怎么了？新人笨手笨脚的。没事，没事，小事。方总，真不好意思，洽谈还没开始就发生这种事。是啊，我帮你洗吧。 没事，拿干洗衣店就行了啊！你自己去。艾米，马上联系干洗店。好的。还是谈正事吧，走吧。